我的使命就是做师傅的还很多路的，我不厌其烦啊，我不厌其劳，不卡安样艰苦我都做去。我爱伫这个所在上资深的嘛，还佫出来做互人看，互人看我这上资深，还佫伫这个所在，并无离开这个跑道，无离开这个菩提大道出去。行善不困难，只要人人一念心，无困难啦。看看黄金寿，看我们多少建筑物啦，都有它，哪里需要都是它，它就是黄金寿。是师父的好弟子，师父说要做，他都是不畏惧困难，他就是师父要做到，他一定要做到，师父想要说他一定要做到，他不顾自己的生活。向人台风那当阵，十一月七日淹大水，规个保社区，包括阮厝拢淹光，用你讲灭顶去。但是那当阵，我十一月七日，我要过去安徽桐园，要过去遵义会要义诊。爱介路费，听讲你甲亲戚借呀？对，甲朋友借。是安怎啦？无钱啊，我都。所有的存档吼、存款都拢报销出去啊，未交都爱现赚啊。哦，所以几工你无法度做，啊，迄几工也无法度做事业嘛。对啊，系啊，对啊。啊，含一寡只生产控制吼，电动工具呾拢都用掉去啊，啊，迄拢袂用你啊。上人甲咱讲报销吼，明日等，有效明日等，这两代志明日等。是。所以我坚持功德金吼、功德费，我坚持无停啊。我坚持不停的，有两年是靠借贷过生活，靠借贷，但是仍然持续要做慈济，仍然做。他无谈无主，所以几乎呢，心中有爱，永远都是富足。其实他生活是很简单的，他太太往生啦。这多年来，他都是独居。他一心一次是慈济事，他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他只要师父所需要做的、想做的，一定做到的。再大的辛苦，他都会去克服。其实呢，师父都不知道野生活有这么多的需要，他总是呢，我去到哪里，他都是对到哪里。有的时候呢，车费呢也要向人借，他总是呢这样克勤苦走过来一生啊。到了人生的最后，他还是呢心念的慈济，还是呢那个在继续对师父走。我的身体这么稳啊，很好哦，精神也很好，对不对？很欢喜，很欢喜。为什么？很高兴。为什么？要回家看看。哇，要实现。我爱个大雁，哎呦，跑起来！好，走，我要跟大家跟着上人去行菩萨道，做慈济，救助贫穷，做更多的事情。他的人缘很好，去跟大家互动啦，也跟大家做起来活的
告别式。我们在这里双手合十，深深的跟师兄感恩合十鞠躬，感恩有你让我们的义诊呢能够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顺利哈，有你的所在，有电有水，各位发光，所以吼，主要是真的是我们的菩萨。哦，真的，我们看到一位生命的勇者哦，关于克服这些化疗的种种不便，甚至哦，我们十月连基隆创世基金会做义诊的时候，一准接受师兄到做完头一摆化疗。结果一天早起哦，透早就看到金寿师兄在现场，他已经对身体都骨折了。因为迄阵应该以前休困的时阵哦，马哥伊嘛是过出来。他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勇者，果然真正的是一个仁义的典范。仁义会给金寿师伯。加油加油加油，等你回来哦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他是很洒脱，他安然自在，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个希望，还是那个对师父也很期待还有机会，他师父都会一定回来。总是呢双脚永远踏在慈济岛上，那永行的菩提道啦。记忆仁者1989年受赠委员，1993年受赠慈诚，给自己的期许是慈济两字要写在脚下，用走的要当不请之师，以佛心施志，承担事业重责。相信呢，他这两只脚是走入了菩提大道，他应因缘而再来了。再来的这个时候开始呢，好的家庭啊，那长大了小菩萨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代替我铺路了。未来的一生可以替师父铺路，师父什么时候去啦，他就会替我铺好这一条路。将来呢是比师父年长的菩萨来永护道场。相信相信我这个弟子，所以一句话讲，五百年师徒徒，五百年后徒徒师。所以他这一辈子再去的这一生开始在铺路，等待我去了一条平坦的路让我走，他可以护着我好好的把菩萨道呢再接再厉，生生世世他们不也都是发心立业吗？心心念念，生生世世为佛教为众生行菩萨道。我相信总是呢人生就是这样啊，天下事人间事啦，我们修行要修得洒脱，要洒脱自然法则啦，总是这样。所以呢我们人人啊修行没有他法，总是呢要日日啊提起了好的念头，日日呢培养自己的爱心，互相的互动啊，和和互协，
人生自然法则的最后，要心无挂碍啦，要洒脱的，只要记住一个心愿，再来时啊，行在菩萨道上，这就是我们的生生世世建立在这个时候的心心念念，我们此生此世心心念念，就是我们呢的未来的生生世世，所以行在菩萨道上。